究竟是什么在寒风中也能吸引这么多粉丝到来？1月17日，电视剧《赤月青日》举办中放宴，看来我们的演员阵容不容小觑啊。李一庚今日身着长款风衣，内搭刺绣毛衣现身，身材比例真的超棒了。面对记者比心的请求，也是很爽快的答应了呢。啊对。那边人还没到，这边粉丝就欢呼起来。没错，是我们 Bix 的恩啦，条纹长款风衣搭配深绿色的毛衣，街头一秒变秀场，真不愧是男模团的队长呀。감사합니다